是刚关列车长的110。3月22号，送完的。10:30，出发测试。19:14就沿线开往英哥的运504群的。开启正门。11:14就沿线开往英哥的运504群的。在三站行啊，19:14应该有圈的，在上三站关闭正门。拜拜。104加上1581，全都是1914，用沿线看英哥的，全都用百行的，在松山站，16:14，南白。